小西西刚刚吃完母乳啊，特别开心。谢谢。我西，蚊子咬你了，蚊子不好啊，以后它咬你就这样，好不好？你牵它，牵它走，走开，走开。它咬你的时候，你打它死啊。这么开心呢、啊，西西。西，你的外婆打电话。外婆啊。妈妈。妈妈。妈妈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赛斯达，我是老温莲，我是中国的媳妇，这是我的小孩小西西。我是他的老公小伟。我们今天下午准备去外面逛夜市啊，逛街，因为赛树达在家里一直憋得慌啊，好久没有出门了，是不是？然后赛树达就约那个舅妈。没有，我没有约。是舅妈约你啊？是舅舅。舅舅约我说想带舅妈去那个逛一逛那个市。吃的地方，对，他就是问我想不想去，他就是想跟想带我和舅妈一起走。可以可以。赛树达和舅妈都是在带小孩啊，在家里特别无聊，也比较累吧，出去转一转。对，之前是转一转啦。我们现在正在等舅舅舅妈过来啊，舅舅开着他的皮卡过来把我们拉过去。刚才我是收到了那个电费，对，他送给我，我以前的电费是66.55万老币，我现在也是61万，对，六十一万五千，对，对，65万啊，对，差不多了，就是我想看一下是，电费是多少，对，我们去看一些度数啊。我怕。不是在这里，在外面。对。这是一个开关，有没有数字啊？我不会看。那有。265。2651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度数是695度吗？对。这一个月用电695度，接近700度啊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概念，我在中国也不知道一个月我用了多少电啊，所以没有什么概念。这个700度花了接近200块钱，这个电的价格就是1度电3毛钱不到啊，这样对比中国的话要便宜很多，但是一个月也花了不少，接近200块钱，电费也很多了。在中国，我们在外面租房子啊，一个月电费没有这么多，但是在老挝这边我不知道是怎么计算的啊。以前住公寓的时候，公寓房间里面有一个空调，那个客厅也有一个空调，我们一个月下来也只用了30多万老币左右啊，就是100块钱左右。现在这个家里一个月要花200块左右的电费啊，还是有点小贵的。我们来到老挝之后，基本上就是我和赛树达一直待在这个房间，丈母娘老丈人他们在做快餐，平时星期一到星期五基本上没有回来，星期六星期天不营业的话他们就回来这里住一下，看一下小西西，所以我决定把这个电费啊我们自己把它出了啊。因为也是我们自己用。舅舅已经开着车子过来了啊，我们准备上车，锁门，上车，给你开门。到达夜市附近了啊，但是外面下雨下的有点大啊，现在雨已经停了啊，下的非常小了，我们到达夜市这里了，准备去转一转。OK 了 OK 了 OK 了，不管你。
再做的正新鸡排。老公，我要吃鸡排。带舅妈一起吃一下。啊，你吃。不看。二鸡排四万四。再做的买单了啊。掉起掉，这个好吃吗？好吃哦。好吃、啊。嗯，就吃这个，心魔。鸡排。鸡排。哎，鸡排做的还行嘞。赶紧的来。放油辣的。尝一下这个鸡排，不辣的吗？还要加那个味道啊！你晒个米吗？你呢？嗯，这是干。这皮这皮有几丝不干啊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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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麻辣烫，姐姐没吃过麻辣烫。啊，舅舅没吃过啊。我只是刚好，它是尝的，我请他吃。好好进去。鱿鱼呀。继续吃鱿鱼。哎呀，吃什么？吃菜好不好？海带。海带。这里的蔬菜和肉是一样的价格，一起称的，除了那个虾不一样，其余的都是一样的价格。嗯，补安，补开补，开补，你不给我喝的，嘿，累了。哇哦，麻辣烫已经做好了。厉害厉害，尝一尝。你好你好。厉害厉害，我喝点热水。老公，你还没吃饭。嗯。这主要是汤好喝。好。嗯，先把热水。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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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好吃好吃。看累吗？这个看累，第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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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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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一还没开始吃呢。第一好吃好吃，香香，主要是这个味道，汤的味道好。我叫他做饭，好吃好吃。再说的教他中国喝汤的方式，老挝喝汤喜欢用勺子喝。嘻嘻，哎，别哭啊！你刚刚都在笑，怎么又哭了？啊。